读大专一男可服企业替代役。条文修正通过。叮叮咚，叮叮咚，一男的福音来了。立法院院会昨天通过替代役实施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，王院长这一锤敲破了长期禁锢一男身心的后墙。就像是研发替代役一样，只要你是大专以上的学历，就可以到内政部规划22大产业服役，第一年的薪水根据不同学历发放月薪，接下来的第2、3年则是由自己和企业讨论薪资，企业每个月要把28000给政府，扣掉薪资后当作替代役基金。新制预定在明年下半年开始提供1000个产业训除替代役名额。董新闻会不会是22K 的变形版？且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报道。选民当记者，选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请体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高名指定的慈善机构。你爆料，我捐款。